等一下，我要先走。阿罗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哲平。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抽蛋系列，不过今天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抽蛋系列，好不好？这款游戏是什么呢？这款游戏叫做Battle Car， 对，是那个战斗女子高校啊，是一款非常还蛮好玩的游戏，是白猫那间公司做的啊。不过这阵子有日文版啊，所以想玩的话呢，就去下载 QO 吧，或者是去把你的 Play 商店变成日文版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快点快速吧。虽然我们有250颗可以抽11抽，可是为什么会很快速呢？因为我们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全部蹦出来了。我们刚刚最帅气的高赞塔先生已经抽完了。你要不要报一下你战果？三张三星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常常拜韩国人就唱星。三张三星，六张二星，两个变种。变种？变种子哦，重复就会变种子。好，来来来，事不宜迟，大家最喜欢看的抽卡系列开始喽！你要先点到布看谁抽，点到布啊，滑一点呐，点到不要闹，点到布干。那是谁要抽？我抽是不是？好，我抽。来来来，我们速战速决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抽蛋方法啊！快走。不知道，应该应该 OK 了啊。屁，少在那边屁！你现在至少一只四星，你自己就没四星了。好，去吧。啊！鸟在我们外面筑巢是不是？好，跑完这个36，大家就会看到最恐怖的现象，就是11个妹妹一起往前跑。对对，来来来，看看看哦，11个妹妹往前跑了，跑哦，都是妹妹，都是妹妹，看一堆妹妹在跑，哦，白的就代表好吧，看来都一样哎，二星吧，对吧？我觉得都是很多二星哎，还是比较简，靠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哎。我比你还惨欸，好像也是这样，好惨哦！我怎么这么多二星呢？我有这个，我比你惨。啊？没有啊，你没有三星，一只三星，好惨哦！这比你还惨。比我还惨呢，看账号了，抽一只三星，我觉得还是之后还是单抽好了，好悲惨哦，完全无缘无故就结束了，而且还送了三张运动女孩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各位再见了，好不好？本次抽卡到此结束。如果想要玩这款游戏的话呢 ，OK， 欢迎输入我的招待码哦，哎、欸、对，欢迎输入我的招待码，这边 TCA4T2KL 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要以为哲平会因此放弃这款游戏，为什么不会呢？因为哲平有一只私心啊，看就是他，对，他是唯一一只私心的、啊，好啦，太棒好不好？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哦对，然后周二周四晚间10点，现在都有固定实况台哦，所以哲平最近 YouTube 影片才会这么少。好了，那大家拜拜。